大家看一下，这些鸽子为什么都在这边？哦哦，好特殊的景观哦！哇，哎，他们是怎么被训练的？各位看一下，阿伯直播好看巴巴走，跟我们英语学马的观众朋友，哇，这个汤力犬其实这是个奇景，这些鸽子是怎么被训练的？真的，他们好像被训练的感觉哎，为什么可以这样子？你们看一下这个画面。这是不是真的奇观？我们英语新闻报跟 UP 直播好看啪啪走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这个汤力犬目前的位置呢，在纽约，我们的 Coney Island Beach 哦，在这边呢，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这个海鸥哦，结果的话，它们怎么那么可爱？哇，就这样子，好像海鸥在排队在操练呢。这个画面我们真的是很难得看到，怎么那么特殊？哇！真的，我们呢要做英语新闻报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奇观。然后呢，这到底有没有人可以提供为什么海鸥会排队？然后呢，在这个地方哦，好像在行军，而且他们叫的好可爱哦。你们听看现场的情况。哎，好特别哦，为什么可以这样子？张经理，你帮我拍一下，用你的手机帮我拍几个照片。没有关系，你现在赶快帮我拍一下。哎，拍照片也行，反正你决定。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子哦？好特别哦！要转过来。这个情况，因为我在做英语新闻报啊，我现在在做一个英语新闻报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奇观，好特殊的感觉哦。不是，你是什么？哦，你要我让我讲？好，不要，我一直走。各位大家有没有看到哈？因为刚才呢，记者他们前呢，我呢就操纵了这个机器啊，那这个真的是很特殊的景观。其实呢，我们105天环游世界，对不对？我们喜欢呢，把这种特殊的情况，而且是特殊遇到的。哎，我们没有看过，但我们感受得到，这些海鸥呢，居然这么可爱，一直围绕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在行军呢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哇，这种画面我们带给大家。那这个是在纽约的 Coney Island Beach， 我们看到的景。哇，这种真的是很特别，很特别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可以告诉我这边有多少海鸥呢？海鸥英文叫什么？哇，好可爱哦！它本来一直围绕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啊，真可爱！啊，带你，我把这样子特殊的画面呢，就带给英语新闻报跟 UP 直播好看爸爸的观众朋友。啊，我就觉得是不虚此行的。哇，瑞尔里，它就在这里，真的，大自然的奇迹。来观赏看看哈、哦，他们是光好看巴巴走跟你游泳吧。我们105天环游世界，来到了美国纽约，为你做这样的采访报道。哇，他们一直在这边。其实哦，我这样子目前大概老师看哦，其实的话大概都有30-40只的海鸥哦，真的是太特殊的景观了哈、哦。来，你们再看现场的画面。真的是都在盘旋在这，哇！我们刚才看到的美女呢，她也对汤力犬老师呢善意的微笑了，真的好特殊的景观，哇！这个真的是大自然哦，真的，这大自然的奇景哦，再请大家告诉大家，我们好看爸爸走英语书报，下次见了，拜拜。我们的纽约 Coney Island Beach。